Hey， 大家好，我是 Joanna。那今天我们在 Kelowna 最高档的社区 Lower Mission 为大家看一个 0.5 acre 的湖边豪宅。这个房子的话呢，有170尺的 waterfront， 有它自己的 dock 码头，还有 boat lift。那 Lower Mission 呢是 Kelowna 最好的学区，有排名第一的公立小学、中学，有 Okanagan College 学院。购物非常的方便，走路呢可以到 Mission Park Mall、 Pandosi Village。 那么在 Okanagan 如此棒的地段，又是在湖边，有水泉 Water Right 还有码头，这样子的房子呢是极其稀有的资源，是非常难得一见的。那特别是这块土地，它朝的是西南的方向，阳光特别的好，很适合朋友过来搬过来居住啊，做家庭旅馆呐、啊，还有就是长线的投资啊。坐在这里享受日光浴，还可以和家人有一个篝火堆 fire pit， 多么休闲的生活呀！在它的主层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阳光客厅，大的落地窗让自然光线洒到这个房子里面。在你的客厅里面呢，可以享受到奥克纳根湖的美丽风景，看到自家超大的后院。晚餐厅也是非常的宽敞，而且整个房子是开放式的设计，从你的烹制了晚餐之后直接拿到晚餐厅使用。设施齐全，还有一个 pantry。 那么在一楼的话呢，还有两间卧室，我们现在去看一下。首先呢，在这边有一个可以看到湖景的房间。那这个房子呢，后院是朝西南，阳光特别好。走到这边还有一个侧门可以出去，然后这里也是他的洗衣房和通往车库的地方。咱们再往房子里面走，这边是一楼的一个全卫，有其淋浴。这边呢还有一层的第二个房间，也可以作为一个书房。那我们现在来到二楼，这个呢是它的主卧，主卧有非常漂亮的湖景，所以呢每天早上起来可以看到如此美的湖景和山景，心旷神怡。主卧特别的大，甚至可以放得下两个 queen size 的床。那么在这个主卧里面的话呢，也有它自己的阳台。旁边的植被都特别好，郁郁葱葱。主卧的里面有它的 walk-through closet 和一个非常大的 ensuite
主位。主位呢有 double sink、steam shower， 还有 heated floor 地暖。这边是楼上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房间，每个房间的 size 都很大，而且的话呢，从窗户看出去都有漂亮的花花草草。每一个房间都可以放得下 king size 的床。这边呢也有它自带的浴室。我们现在在 Kelowna Lower Mission 的 Gyro Beach， 今天呢是4月15号，已经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出来在沙滩上晒日光浴。啊，狗狗 ，Ducky， yeah。所以呢，四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 ，Kelowna 已经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沙滩上，甚至有很多人已经下湖了。